曼丽姐，我是春风，一直笑个不停，为什么？我看到美女，又看到那么多的好朋友，当然是开心喽。真的、啊，真的。那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最近除了忙了这个演出之外，我还要到常出去国外做点事啊，办点事啊，开做一些慈善演出。就是忙你自己的工作，对，还是忙着慈善的？也有，都有，都有。哦，那你这么忙，在百忙中还抽空来这里做慈善，真的是很难得哦。应该的，因为能够为红十字会所举办的这个慈善演出尽一点勉励，一小小的勉励，对我来讲是小意思。那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朋友，他们都来看了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他们都来支持我们，是不是？观众朋友，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给自己 ，thank you。相信大家都认识黄丽姐。那今天晚上您会为我们带来多少几首歌曲呢？两首歌曲。首先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，大家都会唱的，我一见你就笑。我一见你就笑，好吧，掌声欢迎黄丽。 Thank you, 谢谢谢谢。烦恼，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贪图举止使人扰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的逍遥。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？因为我已爱上你，出乎你的预料。我一见你就笑，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。见你就笑，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。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贪图举止使人迷扰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的逍遥。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？因为逍遥，我一见你就笑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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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丽姐。